大都好意，我是王条，伊是马汉。你两个对我出事？我已经跟踪你真久了，今麦也是该你出面的时阵，林小姐，请。包姐，你未免欺人太甚！刘兵部的查某囝遭受不幸，你不但无同情伊，反倒正将伊扣啊！伊心狠如虎嘴，啊，国强。你何必动怒呢？我唔对，羊头无罪。不过，新娘那是无伤，是罪比酒重。哼，我啊是万不爱开公车，即马杨夫人破病去的，我啊专程来开王府，要保释羊头，我啊紧将人放出来。我哪唔答应？你敢？阿王，把酒变了金的，家是开封府，你是恁那个皇帝家在金銮宝殿，我唔准你店家也无皇位，丢脸就好。在，众王王，过去，是。慢些，慢些。哈哈哈！包拯，何卖那么是当朝为官嘛？何必来为这小官大事咧伤和气呢？只要将羊头放出来，我甲伊讲因夫人破病的状况，你和我是民主嘛，对无？安尼讲，唔甲差不多。来人啦，再来人，羊头放出来。是。文叔，嘿嘿，你夫人即摆破病滴，我是专工要来报你的，让我包大人你。我会派人啊，去叫报恁夫人。啊，多谢文叔，多谢文叔哈。
这是你财客之道，我当当嘛是一个国将。好，这件大事，你甲我记嘞，哼。空调在带五哥牛奶，是。小的做银皇糕，带点包在里。免礼，免礼。小包在里。五哥，老夫早猜讲你一定会来，不但会来，而且会将案情的经过一一对老夫交实讲。杨哥，小的做有一个困求。哦，你有什么代志，尽管讲。请包大人，表示我那爹的死罪。王法是公正，我绝对会错杀无辜。包大人。雕像，你哪在何其早？我赵灵皇兄，你那些硬套啊，你那雕嘛是拖累掉。对啊，不是你哩爱讲哩，你雕雕你是德高望重的人，你唔享清福，何必去了这个麻烦呢？唉，查某囝，唔是讲阿爹爱惹麻烦，是因啊，专家拢跟我作对，所以直称这小姐也无敌哦，阿爹死巴都唔愿开。对啊。你今天好上心啊，你知影无？这个案件非同小可，何况是包拯出面，不但努力我多救你，就连皇上也我多替你做主啊！这是杨涛调坏，这紧张都煞袂记看。紧，你紧拍开看嘛。这是飞龙公主写给杨涛的，讲特清所处的是珍珠的鱼啊，是假。假。哇，娘，如你不但当玻璃无罪，而且有百皮条特清啊。哦。明日早朝就有好戏通看了。新娘是西夏国飞龙公主母亲的。我唔对，这代志是杨涛之力杨洪高亲身对我讲。丁皇上，这次兵西西夏国突然间派出一个驸马为正元帅，飞龙公主为副元帅。哎呀，家仔，家仔，这是拄着干事，要若无后果就不堪设想。
伫奉亲，真恕你无罪。谢皇上。杨涛，哼、嗯，现在现在万岁。杨涛，你更加串通飞龙公主，陷害朝中大事，你该当何罪？这，启奏皇上，神王原本嘛唔捌飞龙公主，是因为哦。杨涛，朝中心人之术，你爱告诉我，我是启奏使。别客气，别勉强，勉强了危险。我认输哦，他去提防我，这么大的事情还叫我们惊，我的脚手肉被遗传，我不知道要做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。杨彪母，你赶紧放出来。皇兄，是你这样做哦，那都是万国公叫我做。错，你这都没错，这件婚姻算给了万国公为媒，那呢万国公将我处罪。皇兄，皇兄下去，皇兄下去。爹爹无法当罪主，坚决不输。真怀疑，伊是唔是这生意将珍珠莲花旗进国红五国的？哦，敢讲贵妃你怀疑其中有诈？
皇上，咱罗斯当众此回那是一边的假期，咱对全国百姓是要怎交代呢？听讲这个珍珠的火旗会当劈火，不如咱就当庭鉴定，唔多了解真假咯。嗯，说得有理，瑞西。在命令到主保楼出珍珠的火旗来。是。兵士哦，警长，今就树立重点气旗。了解。上殿有何分事啊？皇上，世下异变，国泰民安，会当过着太平盛世日子，是安怎奈突然间发现珍珠的火旗是假？我知影，一定是万国中央搁在咧进谗的。本侯正想要问伊，是不是伊甲世下有串通？要若无，奈知影讲珍珠的火旗是假？我住在哪里？皇宫就是哪位？太后，皇上无死，你哪来金銮殿的？你给我进去！本侯是在问你，唔准你开嘴。皇上，母后有事万万岁，你又何必动怒呢？皇上，一千难千百度。为咱大宋立下汗马功，当然定是表现的，也无带领亲戚，无你嘛带领伊有功在国，你若是将伊主战，敢讲皇上恁惊人议论，你是一个国乱思良臣，国贫忠良相的辅道分子吗？皇上。
讲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今仔日本娘若无好好教阮恁妇女不可，铁定在神农的金鞭护扎，站住！你想细看神王金鞭？上大武道昏君，大他敢你，今仔日。